姑娘要来加油，新时代，请接彩，一二三，发彩蛋！到了高中，今仔日喜气洋洋，全校师生甲百外位来宾共同庆祝日新楼落成启用。民国五十一年创下到了高中，今年拄好满五十一周年，并且四栋大楼全部改建完成。斗六国中的一个创校历史，我说哦，刚好民国五十一年创校，五十一年后所有的旧校舍改建完成。到了高中这栋新教学大楼，拢总有三十一间教室，建筑总面积有五千三百外平方公尺，内部的设备优良，对将来教学提供真好的住所。整个一个设计的意向，各位可以看出来哈、哦，跟一般的建筑不太一样，因为有高有低，有错落的一个感觉。这个就是以我们斗六台地的意向来做设计规划、哦、所以这栋大楼、啊、真的也很特殊。出席典礼副馆长石启国指出，国府对旧校舍的整建真重视，最近就陆续完成三间学校的整建作业，提供地方子弟优良的读书环境。整个校园的建设吼，过去在县政府的一个投入之下，我们上个月我们在我们的彰湖有一个生态的国民中小学的落成，那今天是我们斗六国中我们日新楼新建工程的落成，也是整个斗六国中的新建工程的一个据点。那在下个月我们在草岭地区有我们的草岭生态地质国小的落成，好在一月的时候。那其实整个学校校园建设的投入，其实是对我们的同学、对老师的一个责任。到了高中目前有六十八班，全校师生人数达到两千四百外位，是目前全分县规模上大的学校。校方今仔日也动员全体师生举办真侪庆祝活动，让校方是热热滚滚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